我那有上好的草药，回头给你敷上就没事了。你是这岛上的人？啊，这不是座无人岛吗？都没有人才好呢，我就成岛主了。走，岛主拉我一下。你还带人了？没有。快看去。喂，怎么了？手，这里有死人。估计又是哪个冒险家。这地方野兽这么多，很正常。不过你跟着我，我肯定能确保你的安全。我可是当地最好的向导，小心有野兽啊！哎，我说，这女的还是个有钱人。开始点。有事。哎，我这。别动！我女儿琳达在哪儿？我跟他来的是我捡的。我女儿琳达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哪知道琳达在哪儿？我们上去救她吧。我们也刚刚发现。我数三个数，要不说的话，打死你！一，哪儿？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老板，干嘛？没错，这是我的第108个旅游打卡圣地。我爸非得给我配俩保镖。老孙，你俩那边去。好的，大小姐。来，给你们看看周围的环境。这边，还有这边。老孙，老孙，刚才还在那儿呢。不信你看，老孙。老孙，啊！我命令你们，把这座岛上所有的动物给我杀光！